就是我觉得美白一直是女生一年四季，或者就是特别是夏天特别想要做的一个功课，所以我觉得去慎选一个更好的，就是一个很安全而且很有效的美白产品，对我们的皮肤来说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护肤的计划。那今年夏天呢，我们推出最强的基因美白产品，就是这一个，告诉你说24小时你就可以看到美白奇迹。那这个是使用 ACC 0.5%的一个浓度，跟你等一下你试用的产品，我的产品所使用的浓度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使用刚开始使用，然后接下来呢，24小时之后，你就可以透过实验室看到培养皿的黑色斑点，它已经变成白色斑点了。所以它跟一般的保养品不一样的地方是，你皮肤已经变黑的皮肤，一般会借由皮肤的正常代谢28天把它代谢掉，慢慢的美白，甚至坊间有标榜是14天会缩短你的代谢时间的，但是只有我们是告诉你说它是可以黑变白的。我是有把它冰在冰箱里面，我会把一罐这个露状冰在冰箱里面，然后当我今天就是出外景晒得非常的严重的时候，我回来我就是会先，因为我是有买那种干的面膜纸啦，然后我是把这个盖子打开，然后我是把面膜纸放着，然后倒，然后再把它我用它来敷脸。因为我们皮肤里面的麦拉尼黑色素，它是可以借由这个降温的方式，冰镇的方式，让它不要这么的活络。那我们皮肤会变黑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麦拉尼黑色素很活络，所以呢，我把它冰在冰箱里面，然后我用它来回来之后用它来敷脸来降温，镇定我的麦拉尼黑色素。如果你的肌肤本身是属于比较白皙，或者是属于呢比较敏感性的肌肤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将我们的这个精露呢直接倒在我们的手掌心里。你可以倒个大概3滴左右到5滴。那么在脸颊的部分呢，你可以将你的掌心利用由下往上，轻轻的抚推它。那这一款呢，我们传景一朵的 AC11的这个活肤精露或酵母的精露呢，我个人非常爱的是因为它非常的保湿，但是它不黏腻。那通常女生最在意的就是眼睑中间的这个容易暗沉的部分，你也可以轻轻的由下往上的匀推，像我推个3次左右，它完全吸收了。好，所以你大概只要轻轻的拍打一下，就可以非常的均匀的吸收这样子的一个精露的成分。夏天到了啊，就是非常讨厌就是黑黑斑斑的出现，可是今天洛雅介绍了这一个品牌，让我觉得就是擦下去很清爽不黏腻，而且很快就可以吸收，然后刚刚擦了之后啊，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有还蛮明显的效果出现，然后感觉就是皮肤越来越粉嫩这样子。很开心可以参加就是这样子产品的活动新品发表会，然后觉得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得到很多就是产品的知识，可以让我对传景就是这一款美白产品有更多的了解，也希望我之后我等一下应该回去以后就会开始使用了。谢谢。那我们也很感谢 Vogue 杂志办了这么好的活动，找了这么好的场地，然后就是让我们的读者可以亲身跟我们的代言人若雅来去做一个互动，然后更了解我们传景一朵的保养品，真的很用心很用心，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机会来试用我们传景一朵 ACC 的美白淡斑精华哦。那么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其实女生呢一定要勤劳的做美白，因为这样子你的肌肤才会变得非常的亮丽。那么呢这么好的商品也在这边推荐给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试试。谢谢。